热爱不曾流失，约定不会违背，那些一直和未知的遇见迈过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此刻上演。我不只会遇见你，你在哪里？
请把持续的掌声先送到所有给李晨。太客气了，我俩一上来互相先鞠了一躬啊。好看吗？我原来觉得你们应该更热情一点的，好看吗？谢谢大家。李宇春赶紧先跟上海的粉丝们打个招呼吧。上海的朋友好久不见。 OK， 当然了，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在一开始的时候，请先容许我用比较快的速度说一下一些必须要说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2014李宇春我不知会遇见你趣多会上海站的主场。另外呢，我们的活动正在酷狗音乐进行在线直播，为所有支持李宇春的各方面的机构，我们用一点点掌声谢谢他们好吗？谢谢你们。咱们来上海啊，我觉得这场活动应该先从跟上海的粉丝的特别称呼开始，对吧？好，你可以说上海的粉丝们有个特别了不起的称号。是的。你怎么称呼他们呢？他们叫人贩子。他们叫人贩子啊？对。妈呀，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贩子聚在一个地方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号呢？其实最开始我也不是特别清楚，然后后来叫着叫着就很亲切了。据我所了解，应该是他们一直想把我拐到上海来，对吗？那他们成功过吗？我虽然没有在上海定居，但是常常会到上海来。你们真是一群了不起的人贩子，恭喜你们啊！你们喜欢人贩子这个称号吗？喜欢。他说什么你们都喜欢，对吗？太了不起了。不过我觉得人贩子这个称号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今天看到有很多各个年龄阶段的你的玉米们来，我觉得人贩子可能有一点就是他们用他们的真诚散播着你的音乐和你的魅力，然后吸引着更多的其他的陌生人加入到这个家庭当中。从这个层面来讲，这些人贩子们是了不起的，传播着正能量，为你们鼓鼓掌好吗？谢谢你们。你经常来上海，喜欢上海吗？非常喜欢。是吧？是。给我们说说喜欢上海的理由。他们其实都知道我非常喜欢上海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气候，还有就是梧桐树的。梧桐树？对。还有什么？我求大家了，咱们说中文好吗？或者一块儿说。红烧肉。啊？红烧肉。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给忘了呢？红烧肉是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个什么潜在的原因？哦，潜在的原因。对。上海的红烧肉特别好吃。非常好吃。是吧？嗯。我以为现在都吃小鲜肉了呢，你还吃红烧肉？红烧肉一直喜欢吃。特别喜欢梧桐树。是。跟你生长的城市有点关系。对，因为我小时候是在一条就是满是梧桐的街道长大的，所以呢一直对梧桐有一种小时候的一种情感啊。我知道，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记忆被延续，有些象征被带来。我觉得说到这儿咱们就可以来聊一聊这张全新的专辑叫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我知道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知道已经是标准答案了，但是我想每到一个城市，这些所有一路上支持你音乐的朋友都会想听你亲口讲讲关于这张专辑，还是跟我们聊聊吧。这张专辑其实是我筹备到完成这个花两年的时间的一张专辑，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就是好久没听到有人用这样的讲法了啊。参加工作以来啊，我特别喜欢用参加工作来代替出道这个词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然后呢，向父辈们靠拢啊。对，参加工作以来的筹备的最长的时间的一张专辑啊，花了很多的心血。那也是我在这个我觉得迄今为止应该是无论是这个歌曲的曲子还是词的方面，应该相对来讲是最成熟的一张专辑。最成熟的一张专辑，非常好。在我的这张硕大的手卡上面有一个问题，说你最喜欢这张专辑的哪首歌？最喜欢的是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为什么呢？你们也是对吗？是。你们也爱吃红烧肉对吗？你们也喜欢梧桐树对吗？你们也喜欢说自从我加入工作以来对吗？你们都是人贩子对吗？你们的中文说的真好，就一个字儿。为什么喜欢这歌呢？这首歌曲应该是比较能够概括我在这个从人生的记事
3岁开始一直到我今年30岁的一个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然后在这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的人事物，帮助我的朋友，也有一些快乐的或者不快乐的一些记忆，但是对于我人生来讲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这首歌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我想今天在座很多可能跟我们差不多年纪都是80年代，在你命名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对你来讲是3岁，但对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成长当中的一个标识，所以大家会有共鸣的。所以这个歌对大部分的80后的成长好像都代表着一整段的时光，一整段只属于我们经历过这段时间成长的人的时光。他们与90与70与00可能都有一些差距，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在聊这首歌之前，我想先聊聊整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在这张专辑里面你有作词，对，然后也有作曲。是华语音乐当中词跟曲这两个比例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华人对于旋律的认知和对于词的认可是相当相当看重的。我很想请教你，在这两种创作当中，与你来讲，你觉得作词跟作曲哪一个你更享受那种创作的状态？我觉得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其实在之前的专辑虽然有这个又作词又作曲的这个作品，但这张反而没有，会有一点小遗憾，但是这一点并不是我强求的。因为有的时候喜欢用曲子去表达一种情感，有的时候呢他又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我觉得都是创作，都是记录当下的一种思考的东西。所以无论作曲作词，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表达音乐的方式。我个人对华人流行音乐来讲，我对词是相当喜爱的，所以我会常常在背诵歌词。我很想请问，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作词你想表达的自己，我相信那个是通过文字每一个人一听流行音乐容易记住的旋律当中表达的意思，在这一次的词作当中会表达是自己的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好像越来越清晰的在我自己也在发现我自己写的词好像越来越实。因为实，对，因为可能我的音乐从这几个阶段发展过来，从最开始我翻唱别人的歌曲，到我演唱别人为我写的歌曲，到我自己演唱我自己写的歌曲，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它有一个规则。我好像从展示个人光芒的一个阶段，逐渐的走到了去写一些实实在在的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生的，我会看到的会摸到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故事。你是说我们会逐渐的从一种状态走到一种场景当中去？是，我们会更多在你词里读到的是熟悉的画面。是，为什么这些画面现在最打动你呢？我觉得可能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会真的开始留意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且有很多质朴的一些事情反而会成为打动我的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像这一次在专辑里面写到的女神经，像写到的 Rock Hard， 都是我平时听到的一些故事和我的同事，以我的同事为原型的这样创作的出来的一首歌曲。女神经是你的同事还是听到的故事？女神经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一两年会常常听到的一个词，女神或者男神啊。但是我就会想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女神，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男神？本来女神和男神是一个限量版的词而不是一个可以流水线生产和复制的词复制的词。没事，在上海大家听不出来。然后呢我也经常说错。然后呢那它一定是有一本经书教你如何去修炼所以它是女神经的这样的一个断句，所以它其实是一首讽刺的歌曲。这个它是女神经？对，它不是女神经病。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角度真的很反讽大家都成为女神了，实际在女神真挺多的啊。是，我小的时候女神只有一个叫观音。现在满街都是了哈，观音姐姐有这么多同级别的人，我都应该给他们烧香。其实哈，rock hard 摇滚心是摇滚这个词儿是，我相信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你知道有影响力的，甚至是诱惑力。摇滚心，这代表着你对什么样的一种认知呢？摇滚心其实是非常简单，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然了，你的同事不是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也会祝福你的。其实我是
我是想表达这个人就是特别有旺盛的生命力，然后非常鲜活。他是一个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北漂，对，北漂一族。然后呢，他每天早上都是吸着北京的晨雾，挤着一号线的地铁，哎呀，去公司打卡上班啊。然后呢，每天都披星戴月，然后自己孤独的回家，而且特别喜欢唱歌，喜欢摇滚。他一直有一种正能量，无论是生活的很多的波折曲折，他都一直告诉自己我可以。所以他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同时我想他也代表了很多来北京来上海的打工这个上班族的一种代表吧。其实我想在任何的大都市都是需要一颗摇滚心的，在里面生活的人哦。是有的时候即便是我们土生土长在这里，这个城市的发展速度也会让我们觉得陌生的，我们还是需要一颗很大的心脏才有机会在自己的家乡里，在跟所有人的竞争当中立在存活这个阶段上，还不用提发展，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我在这两年我看到的李宇春真的跟以前有更大的不同了。这两年我看到的李宇春啊，我们就用女神的词套用一个词啊，我真的很想套用这个词，就是这两年的李宇春更加慈悲了。我绝没有想跟你磕头的意思好吗？其实慈悲是一个很有趣的词，我的意思是你会看到一些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你会看到一些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人需要被关心的地方。音乐最大的魅力啊，大概是在于说我的所有苦难有一个人是了解的，我的所有快乐在我一个人听到这歌的时候是被了解的。当听歌的人处在孤独的状态又被人了解的时候，他方才会觉得温暖。我想这是流行音乐很重要的一种传递给社会的承担的责任。而你在你现在的很多场景化的用词当中，在你观察到的一些社会上你身边的人的过程当中，你把它变成了歌，用这些去激励需要它的人，我称这个叫做慈悲，我称这个叫做正能量。谢谢谢谢。我拍马屁的能力还可以哈。啊，什么？让他唱一句对吗？别着急，待会儿唱的多着呢啊，不要为难我。特别好。今天呢，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好吗？待会儿咱们会聊更多关于他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希望各位可以一起分享。不过现在呢，咱们到了期盼已久的抽奖环节，大家在场，小姑娘听到抽奖环节快疯了，你知道吗？好，特别好。那大家进来的时候已经都有微信签到了对吗？都签了吗？一会儿都给我啊，咱们的微信号码啊。现在呢，我们要请大家把你们的手机都拿出来，我们将在现场抽出6位粉丝赢取大礼。来，我们要请李宇春来跟我们宣布开始和结束。我们先抽出6位现场的粉丝朋友，做好准备啊，好吗？3、2、1，开始。1、2、3，停。6位，第一位燕子，第二位敏捷，不知会遇见，第三位文思业，影视制片人，第四位 Hello 娜娜，第五位一真光，第六位歪歪。来，恭喜6位，请6位我们抽中奖的现场的朋友上台。一声望啊，你好王先生，6位请上台，我们对一下微信啊。来，我们到舞台的中间啊，来，别一来就站在春春旁边不能动窝了啊。来，各位，您是一真望对吧？您是第5位啊。好，来，燕子是谁？您是敏捷啊，第二位。好，您是文思业，影视制片人啊，您是第3位，您站到他旁边好吗？您站到这边啊。好，哎，您是娜娜，娜娜是站在文思业旁边，哎，站到这儿啊。好，
您是燕子啊，您到我这边来好吗？啊，歪歪歪歪，您在老师的旁边，好嘞。好，哎，您站在这儿，站在这儿，哎哎，就站在这儿，哎，好嘞，好。来，我们给他们一点掌声好吗？恭喜他们，非常的幸运啊。接下来呢，你们就要进入六个人都有奖品，我们要大屏幕给我们展现一下拿奖品是如何进行的。这里呢有一个神奇的大转盘，你们自己喊开始喊停，然后呢转到什么就是什么了，好吗？明白吗？啊，好，燕子你好，请往前。燕子姐姐，燕姐姐，您喊个开始，您有什么话要跟李宇春说吧？先说一句吧。我一直很喜欢你，谢谢。谢谢。这么害臊啊。谢谢你，燕子姐。燕姐您喊的开始。开始。您喊的停。停。爱心。真的签名新专到你碗里去，拿到签名新专辑一张。李宇春亲自为您送上。谢谢你，谢谢你，燕子姐姐。哎，燕子姐姐可以先回座位了啊。谢谢你，把话筒交给下一位，先回座位。来，请往前。有什么话要跟李宇春说吗？那个杭州的场馆再见了，杭州求歪蜜。谢谢谢谢。您是杭州来的，杭州的场馆再见了。对。您这是把杭州市政府的工作跟李宇春汇报了一下，是吧？特别的好啊！来来，你喊个开始吧。开始。你随时喊停。停。签名新专辑，来，请。哇！谢谢啊，可以先回座位了，把话筒交给下一位啊，谢谢您。来，请往前，有什么话要跟李宇春说吗？啊，春春，我会永远的支持你，谢谢。谢谢你，非常的好，也祝福你们啊。来，请开喊开始。开始了吗？啊，开始啦！停。下一整夜的暴雨，下一整夜的暴雨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春春来解释一下吧。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下一整夜的暴雨是什么意思？他自己走出来了。你不知道这个吗？下一整夜的暴雨或者拥抱，因为在新专辑当中有一首歌《下起一整夜的暴雨》，我只想获得你在你的怀里。谢谢你，礼物已经送给你了啊，请回去慢慢的品味，感谢您。你好，请往前一步。哎，往前一步，有什么话要跟李宇春说吗？春春，我不是在做梦吧？九年了，希望有一天外地能够到杭州来。您也是杭州来的？浙江的。浙江的是吧？哎呀，太好了，邀请李宇春到杭州去啊，过两天我把他带去那儿，我请他吃饭去，好吗？好的。我悄悄告诉你们他在哪家餐厅，好吗？随便说说的，不要相信我。来吧，请喊个开始。开始。停。把门开着，啥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我再一次吧。再给他一次机会吗？那行，那再来一次，好不好？开始。停。世界唯一的手机铃声，春春可以为你录制一段手机铃声。对，你跟到春春旁边。我可以握一下手吗？啊，握个手啊。然后呢？然后。你把手机的那个录音机打开，手机有录音机吧？有的。啊，好嘞。好，你想想，春春跟你说个什么？你想说什么？什么都可以。所以我说什么都可以。你有人给他打电话，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你叫什么？娜娜。就叫娜娜吧。对。好，那么就接着娜娜接电话，好不好？娜娜起床了。可以，可以吗？娜娜起床了，是娜娜起床了。别人给你打电话都说娜娜起床了，合适吗？没事，你觉得高兴啊？他想设置成为起床的铃声。哦。因为我比较喜欢睡懒觉。
那是很重要的啊，你可以纠正他睡懒觉的习惯。我们来录了好吗？那你把手机交给李宇春。哎，所以我只需要说娜娜起床了，娜娜起床了。你跟你讲，你跟你讲，娜娜起床了，娜娜起床，啊，起床，随便。再不起床就打屁股。再不起床就打。别翻，好，大家安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娜娜起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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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起床打屁股。Yeah！ 好，谢谢你，谢谢娜娜，娜娜请坐啊。啊，好，交给我，好的，来，唯一一个男人。很巧，我也是从杭州过来的，你也从杭州。感谢啊，感谢对我老家的支持啊，感谢。对，所以我也希望有一天那个 YB 能够开到杭州去。然后我同事其实今天也来了，我和我同事们一直都非常支持那个群群。哦，对，你的同事也来了。对，我同事们也都来了。你的同事在这里，你的同事都是女的。对，只有我是男生。你在哪里工作？啊，我就在趣多多工作。哪里？趣多多，在趣多多。哎，好，真棒，真棒。哎呀，你的工作真是趣多多呀啊！好了，来，开始，停，签名新专辑到你碗里去，不要因为是趣多多的就喊黑幕，趣多多也可以拿的嘛，真是。来，好，哎，好，谢谢，谢谢你，谢谢。来 ，YY 对吧？好 ，YY 有什么要跟绿春说吗？没有，不然喝了。嗯，好，没事啊，有点扭捏，没关系，那就抽奖了，好吧？好，来，你请喊的开始。你喊的开始。你喊的开始，他才会开始。开始。要不您再受累喊的停。巨幅海报送你半花痴，林女士为你送上巨幅的海报。谢谢。你看走下去的时候真挺汉子的啊，特别的好。好了，大家还没有拿到礼物的朋友不要着急，因为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希望各位接下来都会好运，好吗？还是喊刚才喊的那个人，哎，是你向大家再行一遍注目礼，以方便每个角落的朋友都看到你了。好，我们从这边开始看啊，往前吧，啊，往前搬，你也往前啊，我也不是我怕我挡着他们一会儿就说我了。你从这边去，这边的朋友请挥挥手，后边的朋友请挥挥手，这边后方的朋友请挥挥手。啊，原来二楼还有人啊！对不起，啊，二楼的朋友。然后这半边的朋友，好，谢谢大家啊，这回都高兴了。咱们接着聊新专辑里的歌的事儿。在新专辑有一首歌叫《Dance to the Music》，也是你自己的创作，给我们说说这首歌好吗？这首歌是这张专辑里面放在第一首的，然后呢？它也是挺能代表这张专辑的一个复古的一个气质，因为这首歌曲是比较 funk 啊，然后呢这个歌词的部分呢是比较轻松好玩，希望大家在就是工作啊学习的压力之余，可以有一点点时间来跳一支舞，跳一支舞。对，据说这个 MV 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有趣味。嗯嗯，因为这个 MV 其实是我从来没有尝试的一种风格，它有一点点梦爱丽丝梦游仙境，哎，所以我在里面要饰演不同的角色啊，然后我也饰演那个小矮人啊，那种拍摄的方法是我第一次尝试，算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 OK， 嗯，那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再次来感受一小段这支极其奇妙的 MV 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和魅力，来，各位请看。谁又出现过？